紧张啊。晚安，晚安。这个我都不敢太招摇，太招摇会死人。阿尼基，阿尼基，起きてる？シシ、前みたいにこっそり抜け出してお宝探しの冒険に出よう。今ならみんなお祭り騒ぎだから、今夜は絶好のチャンスだぜ。甲板で先に待ってる。怪しまれないように来いよな。時代外传啊！我买的时候，老板还问我说：“这片到底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敢保证，因为是外传。”这应该是在描写那个卡缪跟他妹妹，他妹妹还没变成黄金的时候。所以已经加入维京人了。所以应该是加入维京人，然后还没有变黄金的时候。こっから先は、チビは部屋で寝てるんだな。好家在他这次直接有语音啊。不会又不做语音，然后等出 S。哎，又是这个传说中的杂志。对小孩的卡缪来讲还太早了。但是成年的卡缪也没看。之前就用语音再播一层皮啦，我想说还会再干一次。哈哈，マジかよ。で、哈哈，是这一步啊，不能太招摇。飞行维京人感觉也不坏嘛，毕竟卡缪还是可以自由活动。PS4 好像有再出一次 ，S 有再出一次。
全被发现啊，我没被发现，是人家不管你而已。喵。嗯。喵。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有联机机制，有联机机制就有点麻烦了，因为我没有加任天堂的会员。行くぜ。有没有说？我这是试玩版。这两个物种就是预告片负责介绍预告片。谢谢。Yes。只是比起出外传，我比较希望他去做本传。おい、ガキども！でかい音立てて何してやがる！あ！そいつらは！うわ、やべえ！逃げるぞ、兄貴！てめえら！後でただじゃおかねえぞ！せーだ！無事に逃げ切れてよかった。それじゃ冒険に出発しよう。お宝が俺たちを待ってるぜ。啊，本传一定还要得等啊，因为他一定在做这个啊，还要得等。音乐有重编呢，又重编一次。那也就是说，卡缪他们在这边寻完宝之后，又跑回维京那边了。あれ？还自杀在跑回去。この辺りにI'm gonna go get you.
那看起来像双人成型啊，要两个互相合力。看起来就是很不妙的两把剑。那，嘿嘿，发了发了，拔起来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用匕首吗？でもこれでお宝ゲットだな、兄貴。没有啊，踩着开门是另外一扇。ついに見つけたわね。喋った。失礼ね。あんたの方が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ただけよ。その探検の力でね。僕はこっちのキュートなガールにするブー。こういう時だけ早いわけ。うん、いいわ。あたいはこっちのクールな方にする。おいおい、お前たち何者だよ。だけどまだほんの子供だブー。本当にこの二人が伝説のお宝ハンターなんだブー。そんなの試せばわかることだわ。だから何の話？さて、いざ。かの地へ。出発。なんだこれ。被带走，绑架，主人勒索。兄貴。兄貴。他怎么只有带他走？俺も行く。哼，就直接乖乖去啊，都被勒，都被掳了，就要顺着剧情的走向啊。不过看起来这个是有剧情的、啊。而且我看那个预告片，其实有点像宝可梦，因为是跟怪物一起合力打的。
这是睡觉。粉红史莱姆，史莱姆可以开门，直接用炸的。世界中のお宝は全部俺たちのもの。真的做的有点像宝可梦啊！ようこそ、我らが空族団へ。おっと。そして。我都看成金科啦，他干嘛不直接取名叫金科啦就好了。
よう。金吉拉感觉也是猫，好像是猫的种类。他们跟赌夫一样啊，明明是个海贼啊，都不抢人啊。ズナマ？很不称职。さすがベニッシャ。也就是这是一个超级考记忆力的游戏。这个没有要致敬他吧？这就是卡木的延伸故事了。重点他还是 RPG 啊，要揍人的。
真的是宝可梦啊。不行啊，他不能发皮卡的声音啊，他发皮卡的声音就完了。超弱的、啊，主角超弱的、啊，所以要靠伙伴。啊，僕はトンブ。トンブブ。そういえば、例えば。两把剑合为一体就会有惊人的现象，干，那意思就是指说我不会这么快找到哥哥了。あのさ、それじゃ、变史莱姆的种类会不会太多了一点？よく聞くぶ。昨天才讲《魔神战记》的史莱姆有各种颜色了，他这边的史莱姆也开始有各种饰品。哇，连手跳跃，很酷哦！还好吧，跟手游差很多。手游的画面比 Switch 好了。啊哒哒。但是手游没有办法塞太多游戏要素在里面。
鉴定了。きっといいものだぞ。我们称之这个叫破烂。我们称这个叫破烂。我是没想到这游戏会偷跑两天，但是既然偷跑了，那也没办法，既然没游戏可以玩，干嘛就直接弄。不过不能太招摇，所以还是所有的资讯都要隐藏起来。不然我现在打那个。打那个勇者斗龙上去应该就不得了。遥か異郷より舞い降りし、二頭の黄金竜、あまたなる願いを宝に。我买实体版啊。この大地に散逸せ。数位版是没有办法偷跑的，能够偷跑的只有实体版。遥か異郷よ、あまたなる願い、今読んだのは。我买是买一千五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。因为是死磕位的游戏，所以直播还算好，还算不用太紧张。如果是 Sega 的，就超紧张。宝可梦没办法弄这个样子。它虽然那个阿尔宙斯那个系列很接近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弄。我量它不敢。因为用成这个样子，他就要把他游戏模式都改掉。换代。所以主攻是弹弓，弹弓其实也不会。能拿来吸怪，但是绝对不是拿来打的。
开始有可以有攻击力的，有魔法弹。嗯？啊，这应该是我，等一下应该就中招。应该是可以辅助，到时候应该可以收他，应该是可以收他。因为这已经确定就是要收怪物了，所以应该是所有的怪物都可以跟我办。不急呀、啊，慢慢来。反正勇者斗恶龙就是一个慢步调的东西。是有人的气息。お、誰かが倒れている。ハニーの兄様では、今助けるぞ。Speedrun 勇斗，快点走！勇斗就是要练功。太早了。嗯，应该是要用电的，不过省点用嘛，反正实弹那么多。哥哥，这么快就救到了，赶快把两把剑合在一起呀、啊！不是说龙之短剑两把合在一起就爆炸了吗？再会できてよかったぜ。
あれ？包包有没有上线还不清楚哎，才刚开始而已。なんだ？失礼ね。あたいの名はミューシャ。ミューミュー。ミューミュー。嗯，所以这个算是副本了。嗯，空的。喵。宝はどこだ？哎，这是火箭队吗？貴様は。おい。じゃあ。哎，这是真火箭队，哦，明星队，看起来很猛。哼。都是有称号的敌人。金克啊，传说中的大空贼。そこのお宝はいただいたよ。その輝きは七龍石。ニャゴス。ニャ。貴様はもうわしらの仲間だ。宝島だと。さらばだ。カヨ。所以最后一关魔王已经确定了，是这一批人。其实他偷跑也有好处，我可以早一点破王道，然后就可以玩等核心危机了，就不用那么赶。
そうだ。哎，讲到寻宝，就会让我想到国家宝藏跟印第安纳琼斯。可惜呀，国家宝藏就这样没了，然后琼斯又准备要交棒了。从 RPG 变动作 RPG 啊！喂，尼可拉斯凯基 ，Cash， 喂，史上最浪费钱的男人。ほら，啊，就算创世小帮手。确实是最随心所欲的男人，什么都买，然后买到没钱就拍各种 B 级片，感觉也是有史以来烂片 B 烂片史诗片都演过的男人。けど、そうそう。短剑可以合体。所以短剑是无线电源，无线供电。やったぜ！无线电源。すげえ。実は。え？ここはね。七龙珠，要收集七颗龙珠。那玛雅，呀西，走，我们去招神龙。嬉しい分、よろしくね。でもさ。この大地のお宝、全部手に入れてやるぜ。なんて。さて。よっしゃ。惊人了。
申し遅れました。私の名はアネモア。ところで競争ですね。我还以为我会跑 OP 耶，结果没有 OP。死了！屁！扑哩扑哩！没有跑 OP 有点可惜耶。玩的人都知道，勇者斗恶龙就是这一段音乐，就是要跑一段 OP 啊。なるほどだぶ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据点，看跟废墟那里一样。啊！代真的是卖好卖满了，虽然大家都不欣赏十一代的主角，讨厌他的马桶头。斗恶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，历史地位太过于崇高了。指導員ジャネマである。しかし、那ほほ、適材適所はお手の物。
セシリーと申します。哼，你是女的。那。啊？あれ？どれどれ？受怪物欢迎就是御敌率高啊，御敌几率高。Give and take。お願いします。無表。人手も必要です。是孵蛋，干，明明就宝贝球，干，明明就宝贝球。任天堂法务还不赶快吗？对，还不赶快有所动作。お試しください。最後に。宝贝球啊，确定啊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し。蛮用心的，只是。那么呀，他做的这么明显，人家不会拿宝，不会拿宝可梦来跟他比较。わかった。俺に任せろ。那虽然是不同玩法。那我想到那个之前我玩的一个勇者斗勇的那个手游，叫那个Monster 什么游行的英文 Parade， 覚えとくといいわ。宝可梦是绝对不可能就做成这样子的，改太大了，他的粉丝很多不会接受了。
我记得日文版的，因为我那时候玩日版，那时候是跟那个补习班的男老师，男老师一起的。他把他那个道具，道具是不是有一件？是不是真的有那个、啊、道具的任务？身上道具，道具。好像也没有道具栏的限制啊。我的声音会很小声，是因为我离麦克风有点距离了。声音太小，我可以调大一点，拉到最大，呵呵，这样如何？只是我都怕喇叭声音太大会录到那个，会录到跳不过去。希望是不要录到喇叭的声音。好像也不会掉落死哦，还是因为掉到水里。这些素材不知道之后能拿来干嘛。我不是用耳麦啊，我是用喇叭的，所以有时候那个喇叭的声音 会被录进去，就会有那个回音。只要你有听到回音，那就是喇叭的声音。就好了。他说要抓力大无穷的兽人。
之徒了。力大无穷是他吗？可是他不是兽人族了。哎、欸，没办法跳。没有，他这就显示只有血只有一批而已，他已经有鲜血了，游玩人数一批。一批对我来讲还好，反正我本来就单机玩了，专玩单机。嗯，勇者斗恶龙啊。喂，这只比较强。高的被打都一滴血哦，有就他吧，力大无穷的兽人。没有，他驯服的意思是指说他好像会去那边报名，会去那边报名要来参加你，然后你要付钱。换弹，驯服弹。好像不用特别打驯服弹也可以。驯服成功。他的驯服弹应该是要打一些比较难驯服的。哦，他在偷挖宝，他妈的，揍他！只要挥拳就能做朋友，很好啊。
再来是只有一个小地图的，要跟宝可梦一样分区域的。对我们来讲，开放世界就是趋势。虽然我不喜欢啊，不过不喜欢我也不能怎么样。能不能进化、哦、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不行啦、啊、如果能进化那还得了。配种，你说杂交、哦？那太难了啦。宝可梦对战，哎、欸，这太明显了啦，不可以这样啊！哈宝可梦对战啊！宝可梦的战斗为什么第一个跑进来打？不是吧？只是怪兽之间的战斗吗？
去拔梯子。有一下，有一下。俺たちの勝ちだ。我会在想，最后会不会出道馆呢？要破道馆，然后才能开放新地区。你看 DQ 十一，妈的，他到底拿 DQ 十一的这个设定做了多久的游戏 ？DQ 十一我都不知道。我多久以前玩的呢？喵！哦，喵！哎 ，DQ 十一我还玩了三遍呢。你看他多坑，那我玩了三遍。他这个宝物罗盘会让我想到魔兽争霸的那个考古学，他那个考古学的设定很像。鸡巴蛋，覚えとくといいわ。さあどこかな？近いか？那这一代还有留这个设定。注目。豆知識よ。
こかな？近いか？应该在左边附近。太难猜了。そうレッド。应该是回去才知道要干嘛。反正最后这些道具一定是回据点才有办法用，目前都是疯狂收集。就身在附近，晚安晚安。やったぜ。やったわ。是秘密的游戏啊。哇，蝙蝠也太方便了吧。没办法，我这个台绅士太多了，大家都想看绅士类的东西。这一片我也想直接公开干，但是都怕出事，怕出事还是不要直接公开。太棒了，直行车站。
他偷跑啊。两天后才会出的，但是他已经偷跑了。核心偷跑也太夸张了，他那个偷跑是整个跑一个礼拜了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ご用でしょうか。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か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只能说，那一定应该又是欧洲啊。お仲間の候補です。我只能说，敢这样明目张胆的跑，都是欧洲的象征。決めましたか？今日から仲間だ。可以换一只。史莱切亮精灵。史莱切吧。全部收一收，都先跑完哪片哦？我觉得核心任务出之前这片应该会玩完吧，这应该是无用之地。決めましたか？一緒に行こうぜ。来修。天谴的会不会试完版啊？今日から仲間だ。いいですね。決めましたか？頼りにしてるぜ。どうぞ。いいですね。这次还没办法收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ご用でしょうか。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。おお、無表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送走，送走，全部送走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おお、無表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なんと無表。ですが、こちらにあります。队伍要重组。ご用ですか？
希望者はこちらです。没办法、啊、我们拼不赢欧洲的，欧洲都提早两个礼拜开始卖的。覚えとくといいわ。どんな用だ？我们的经销商都还算蛮守规矩，就是偷跑都不敢跑太夸张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但是欧洲真的很屌，我想说他们都不怕得罪游戏厂，想卖就卖。你说一下那个吗？卡利斯坦协议吗？哦，卡利斯托协议。何かしらこの絵。なあ、あれ。大空の羅針盤。宝島への道しるべ。看来恢复铁路公司就顺便收集七龙珠了。Hehehehe
晚安。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今からこの場所が俺たちの団の本部だ。いいか、この大地のお宝は全部俺たちがいただくぜ。みんなでお宝を手に入れるぞ。处处勇者斗恶龙，破坏的神像。
受付です。お仲間の候補です。耳寄り情報だブ。注目だブ。耳寄り情報だブ。調子はどうだ？おっと。
よ。調子はどうだ。やるじゃねえか。おっと。調子はどうだ。やるじゃねえか。やるじゃねえか。そういや。なった。やった。訓練したいか。調子はどうだ。おっと。満タンだ。買っちゃうブー。近近俗史莱姆。金属史莱姆应该是经验值很多的存在啊。打不到，干。なんか強そう。大丈夫かブ？他真的很快，那个移动速度太吓人。强多，哎，冰酸了，这一只一定不简单。妈
魔を復活だブ嗯，召唤机。哎呀，人挂了。是因为宝可梦也是做成开放式世界的，就会有宝可梦的即视感。没有宝物的气息。魔兽考古学。
卡缪可以回去换的。那这个是男女主角可以各选一个出来。金属史莱姆。なんか強そう。大丈夫かブ？耶，干掉啊，直接升好多级哦。哦，快把它干掉！哇，干掉它是最快的升级的。哎哎哎哎哎，好痛啊！君より情報だブ。抢不回来，第一次的 game over。
喂，干，靠呗！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他竟然回溯了！你他妈的，你竟然回溯了！会不会太靠北啊？你他妈不是回城直接回溯？不是这样的吧？干你这！这太狠了、啊！好不容易练到十几等了啊，给我到了七等了，他妈的嘞，也太靠腰了！我要找金属史莱姆。妈的，他的记录有点靠北。妈的，他记录竟然是给你记录在你任务完成的时候。訓練したいか？調子はどうだ？おっと。这样不行啊，妈的、欸！你好歹是应该是让人家被打回城，然后东西保留才对啊。太伤心了我。
看来还是需要一只肉盾的怪物。耳より情報だブ。又找不到金属史莱姆。都一般小史莱姆，还是要等晚上，晚上才会变金属史莱姆。是 DQ 啊。
ほら、どこだ。お、近いぞ。お、近いぞ。どこだ、どこだ。見つけたんだ。这是一个寻宝的宝可梦。啊，没有金，哎，有金石石吗？比宝可梦顺畅，毕竟宝可梦这还算回合制，这动作的。没有宝物的气息。他之后应该会出那个 page 包吧，会出修正档啊。
没有宝物了，都被我猎光了。帽子是猪啊 ，DQ 的基本怪。还有一个宝物呢，还有一个宝物找不太到。嗨，ねえ、送ってあげるけど。じゃあ、か
帰って鑑定するブ。还好都有人可以帮你瞬移，不然他妈的这个地图太大了，走超久了。お試しください。还有每日任务，干，你是网游吗？お願いします。可以外派伙伴，不过还是没有到卖东西的地方。不不，実は，喵，不。喵喵。
気をつけていけよ。よく来たな。派遣だな。耳寄り情報だブー。誰を送るのだ。行き先はどこだ。いいのか。出発だ。一丁行ってみるか。どんな用だ。ねえ、嗯，可以盖房子啊。どの施設を追加したいですか？新しいことがありそうですよ。応募が来てます。足りません。他に何か利用されますか？よろしくです。任せろ。探せるお宝が変わったブー。注目だブー。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。次はどこだろう。探しに行くブ。最开始
はどこだ。まだ遠そうだな。南京人なんか強そう。大丈夫かブー。まーれい。
で鑑定するブ。
帰ってきたぜ。お宝はどうでしょう。都是怪物的工厂。これは見たことないや。調子はいかがです？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やった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行き先はどこだ？いいのか？出発だ！一丁行ってみるか！どんな用だ？宝石のモンスター見つけた！好啦，先到这里啦。好，练功练功啊，明天再继续吧。晚安，晚安。